昨天我俩吵架，他居然给我冷战。虽然后来他哄了我，但是想想还是气不过。今天我给他准备了惊喜，去考验一下他。他在那边，走过去。你跑过来做什么？这么大太阳。我在家里憋得慌，过来陪陪你。现在打药，你现在备孕期，你快回去，快回去。我给你带了点东西吃，你吃了我就走。什么东西啊？柠檬，噔噔噔噔，来吃了。是他做什么？啊？你吃嘛，你昨天都给我冷战，我想想心里还是过意不去。嗯，除非你吃了它，就证明你是爱我的。那好好吃吃吃。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呐、啊，走不走？就像手心里握不住的沙，不是，真不算。真的不算，听着你就知道了。